哎呦我的妈！姐夫，干啥来了？我怀孕了。那你怀孕怀孕吧，那我挺好吗？那怀孕了。啊，怀孕了得吃点营养品呢，借我点钱呗。不是你整的好像那孩子是我的呢。你可别瞎说啊，好像咱俩咋回事似的。你撒娇的，你给我拿一万块钱。干啥吧？要一万呢？那不得买点好吃的吗？不，你就再吃好的，那能用了一万块钱呢，大妹子。没一万八千也行。不是，你这都赶那老虎口了，你这都。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我想起个事儿，姐夫，上两天我可看着你那车里下有个女的从副驾驶走出来的啊。你说这事儿要让我姐知道了，拿五千行不？行，赶紧的，给我吧。这事儿别跟你姐说啊，我上贝罗给你求去。哎呀，这一天，哎，不对呀，那副驾驶坐的是你姐，是吗？我可能看错了。那啥，姐夫，你先坐着，我先走了啊。回来，那这能当大姨夫，这能眼看孩子挨饿吗？我给你转1000得了，买点吃的。谢谢姐夫。哎呦我的妈呀！